Lola!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？这里面谁是你的宝宝？那谁是你的老公呢？你最爱谁？最爱宝宝呀？那谁是宝宝的妈妈？你是呀？ 是有点饿了，我现在吃橘子没时间。好好好，给你洗澡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我啊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，你们在这里的是吗？ 你们怎么还在睡觉？赶快起来！ 龙龙，你这个脸是谁咬烂的？那我帮你打他，咬得这么烂，你还不让打？哎，我今天非打他不可！哎呀，好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，好，不打了。龙龙，你的脸怎么咬得这么烂呢？ 好，我给你吹吹。哎呀，你这耳朵也咬得这么烂。好，我给你吹一下耳朵。好好好好好，可怜。这是我的娃，和你长得都不像。 这么大你还要负责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给你摸一下，给你摸一下。你美们，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，让我们一起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擦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擦擦玻璃，擦玻璃，让我们一起。 你是不是欺负弟弟的？中央气象台预计，从明天开始，新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，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。这是最后一只鸡了，不给你吃了，下去，下去，好嘛，给你吃一个大腿腿，吃了好回城了，好慢一点哦，好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不用上班吗？好好好，给你看一下，要多快？行行行。快一点吧。啊？我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你自己跑吧。快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就看着你把手枪。是废物，宝宝，你不是真成人，海绵宝宝单腿花我都是常人了。其实我知道自己是个天才，特长是发呆，还有才，所以身边总是空无理。阿弟回来了，想你了。吃萝卜嘛，拿几个回去吃。罗罗，你回来，我杀个鱼给你吃。你不吃我也要吃啊！你以后不要回来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杀了不杀了。才打扫完卫生你就乱拉屎乱撒尿，你看我今天打不打你？干嘛拦着我干嘛？他一点也不听话，我今天非得打他。准备好啊，我给你们几个拍个照啊。我记住了。你乱坑，你哪里坑？做不动了，我真的做不动了，我累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干嘛？你要出来？狗仗人势啊！你走开，走开！洛洛，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？这里面谁是你宝宝？那谁是你妹妹？这是你妹妹呀？谁是你老公呢？那谁最美？知道你最美啊。